Hebe 拿韩系手机为中华棒球队载韩加油。Hebe 今天为韩系手机代言，是说记者会什么时候不选，偏偏选在中华棒球队对决世仇韩国队这天。时机敏感 ，Hebe， 你到底该为哪队加油啊？我们会跟台湾三星一起支持中华队，中华队加油！雷打这个球，打到右半边，安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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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！用手机看棒球赛吗？我有空的话可以用手机看棒球赛，因为我的荧幕非常的大，非常的好看。是右半边的飞球，蛮结实的，右外手，对对对对，不必对啦，两分炮。Hebe 脑筋动得真快，两边都不得罪，但他却挖了个坑给自己跳。祝你嘴巴烂掉，永远都不能跟别人接吻。其实最符合私下的桥段就是有一个是失恋篇，然后有两位姐妹在旁边安慰那种感觉，我觉得那应该算是最接近。最接近我妈在第一年什么时候的事？你竟然提起这种事情，让我太难过了。要勾起我伤心的回忆，应该很久了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苹果娱乐新闻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报道。